吉伯伦东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毗邻，是一个曾经被看好振兴国家经济的小镇。Bukit Berentong 这个地区，华语来解释就是有得赚。在十多年前，他们是有意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机场的地方。所以当他们拿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就来这里投资。可是后来整个计划改变了，然后变成很多屋子是这样子丢弃了，很多地方就被荒废了啊。看到很多那些铺头啊，甚至那些屋啊，已经是被人家拆到溶溶烂烂的。不知道还起好了还是还没起好，这样就感觉就这样了。他们讲这一区不是 Bukit Berentong 就是 Bukit Tak Untung， 就是没有得赚的区。一个小镇的兴衰，从被看好到被冷落的变化，留下来的除了有守护乡土的当地人，也有一些外地人寄望在这片被冷落的土地上重新生活。都是有人住啦，因为平啊嘛。还有他们大多数是会在别的地方搬进来，好像吉隆坡。可能他们在吉隆坡已经是没有钱了，所以他们过来这边就很多那些空的屋子，他们就这样子住进去。很穷嘛，等他们就没有 transport 啦，要去学校啊，等又没有钱给孩子补习啊，所以他们的成绩是很差很差的。我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孩子他们不是讲一出世他们都要选择当野孩子或者坏孩子这样子嘛。可能一般人他会认为这群孩子都是放牛班，可是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不是。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当上爸爸后，其实成绩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我接触到其他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在学校同学学生们他们看到的我的时候，他们都会叫 Mr. Andrew。他们很少叫主席。你是 Andrew 是谁？谢主席。同学们早安。你是 Andrew， 为什么他们叫你老师的？因为我之前3年前我有来这里当过演讲，所以这一班我就有教过。那时候他们1年级，现在他们已经4年级了。曾经的教师身份，加上义务性扛起代表学生家长的家教协会主席一职，不怪得郑玉坚可以轻易地和学生打成一片。也因为这个多重身份，他才发现到这个破旧的社区存在着一些难言之隐的家庭。当我当上家协主席过后，那时候我才发觉到，原来我们五级丁雅华小，我们有蛮多那些比较贫穷的家长给不起那些学费，很多都有家庭问题，就比如是单亲的也是蛮多，甚至父母他们是不理他们的孩子的。大多数的家长的教育程度可能没有这样高，无法去怎么样有效的教导他们的孩子。来，不要再讲话了，快点，老师在等了。所以我在那边想看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学生，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慈济。呢度系我哋 Bukit Berentong 嘅環保站。跟住 Bukit Berentong 呢個環保站成立係2012年，慈濟嚟呢度開始啊。我哋帶入嚟嘅就係第一樣嘅 activity 就係環保，跟住就開始慢慢又投入咗嗰個慈善。跟住就開始又了解到其實有好多人係需要幫助嘅。因為濟貧救苦，慈濟志工開始接觸到了被迫潛入廢墟生活的家庭，也看見了五吉伯倫東自有的民生面貌。站在他的門口的時候，就那種感覺就是，還有人住在裡面嗎？好像一個荒廢的地方那種感覺。有的家庭破碎，有的走投無路，携家带眷潜入废墟，非法接驳电源和水源苟且生存。即便大人可以草率度日，
但令人担忧的是孩子的未来。家访的时候，我们发现社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会不是就是我们志工可以来为这一个部分做一些些的努力这样子。咁開始慢慢我哋就又做聖雅啦，又入書館啦，好似嚟補足補習啊，同埋補足嗰個學transport 咁樣咯。所以我們就用開學費用去幫助他們物質上的補助的。後來我們發現其實是不能的，因為我們只是給他這樣子的開學費用，他們去學校，他們還是依然是不喜歡讀書。咁我哋就開始慢慢就帶動啲細佬哥啊，同埋父母出嚟做環保。啊，依度係我哋做分類噶啦，依啲菩薩咧就家庭主婦啊嘛，尤其是依個係阿梅啊、潘燕媽，佢係我哋嘅姐夫。啊，有之前佢都有帶住三個細佬哥嚟。潘奕美曾經是廢墟住户，天生智商弱化，常受人誘騙，還要獨立撫養三個孩子。於是慈濟志工想方設法為他們找出較為健康的住所。很好的因缘，就是因为我们找到这个很便宜的屋子，那个屋主用150块就可以出租啊，就租给我们的感恩住，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了水，安排了电，然后就开始把他从那个废弃那边哈搬出来。朋友开心，开心，有三个。最小的儿子哈，他是完全没有上过幼稚园的。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给他那个纸，给他拿笔，他握笔是这样子，然后就看到他都没办法会都会写字啊，1、2、3到10哈都写不好。经济援助暂缓燃眉之急，居安思危，从孩子教育起步。你要去补习吗？啊，我要努力读书，然后我要考到100分，考到100分。所以我哋就有一個念頭，諗到就係開一個好似屬於比起教佢哋寫字啊，做多少補習功課咁樣啦。所以因緣就係咁樣開始啦。從環保走到助學，孩子的補習班草創萌芽，但孩子需要茁壯成長，就不得不從正式的教學着手。可是那時候因為我們沒有師資嘛，所以變成很多時候就是這個老師來可能教一個月，那個老師來教兩個禮拜這樣子哦，覺得就沒有幫助到這些孩子了。其實主要是 Andrew 師兄他談起了這個部分，然後就找到了張副校長。张副校长也是觉得，哎，他要回馈一下社会了，在 Andrew 师兄的撮合之下，就和我们的这个张副校长就开始成立了，这个补习班了。2017年，武吉博伦东的慈济补习班正式成立。每周一个晚上的教学，教师轮流给孩子上马来文、英文、华语与数学，追赶学习进度。但教学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当第一天开班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班孩子坐不进了，就是他们很喜欢走动啊，有时候就走来走去，走来前面啊，一下子要去厕所啊。这班小朋友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比较容易被老师责备的学生，如果在学校的话，他们是不敢提问的。所以我第一堂课就开始教他们的第一句近似语，就是心不难事就不难，就是体验的方法。你们有什么事就是本来觉得有很难，然后你们想到这一句近似语。OK， 所以要解释一下心不难事就不难，你心里觉得不难，做事就不难。自信心有在增加，尤其是有几位刚刚开始的时候讲话很小声，讲话都是永远低着头的。你们还记得一年前的紫金是怎么样的吗？低着头不敢讲话，讲话的声音连世博气到静静都听不到。可是今天他讲的话你们听到吗？听到了，这个就是你的进步。至少我叫他们出来讲话或者出来做，他们很愿意的出来，他们自信方面 有增加了不少。所以我们要用比较简单容易的方法来教导他们。你的梦想？中医。中医，哎，不错。
想坐车啊？哎，不要笑他的梦想哦。等一下他修理修理修理啊，可能他成为车店的老板哦。啊，给他一个掌声。然后我每一个补习我都会给他们玩一些小游戏，那些小游戏就是跟他们之前的补习有关联到的，所以在游戏当中他们至少还可以学习到一粒的这样子的，还有榴莲 Yes I OK 讲完整句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之前来的时候，因为家长懂了有一个免费的补习班这样子，他们就是要他们的孩子来学，就是有些是被逼着来的。可是，经过了这两年的补习，在学习方面看到进步。我的名字叫叶德明，我今年11岁，我读5年级。我的梦想是成为厨师。为什么你这样子想成为厨师？可以煮饭给妈咪。刚才他有跟师伯讲，不止厨师这样简单，他想成为5星级酒店的厨师。哇，很大的梦想哦。OK OK 来。我喜欢 Andrew 师伯，因为他教的我很好。我最喜欢的科目是马来文。我的名字叫许静祥，我今年12岁，我在补习班读了2年。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觉得感到好像非常紧张，因为很多不认识。我喜欢来补习班，因为补习班可以教我的那些成绩科目给他及格。我觉得学校教的老师教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会比较难，然后 Mr. N 又教了我比较很容易，没有那么难。然后有时也一些可以给我们玩一些小游戏，关于那些他的科目那些。然后考试就觉得不难，越来越不难了。然后考试过后，我就看到了我的成绩及格了。及格了，所以刚刚考试是上2个礼拜了啊，成绩如何？有没有全部及格？哇，全部及格了。在我们学校呢，大约就每5位学生呢，就可能有出现一位是贫困的学生，大概约有50%的贫困学生已经参与这个补习班。我们看到改变就是最主要是出席率，学生的出席率呢会相对来说会好了。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信心方面，他们来到学校上课，他们不再是自卑了。如果当一个孩子来到学校，他有了信心，他也不感到自卑，相对来讲他更开心，来到学校其实是更开心的学习，在学习的意愿方面呢，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改善。这样我们就对孩子是不会说要求说可能他是不及格，可能他10多分就突然间拿90多分，那个是没有可能啦。这样我们其实只是希望孩子在这个补习班里面找到学习的快乐，然后他们对学习产生兴趣，然后他们就会去就很喜欢去学习，这样子，这样我们就不会抗拒去学校啦。师兄，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在嘉莹，他现在中学中二，然后其实其他小朋友有这个交通的问题的，我们的其他的师兄姐他们也是会负责再过来。本来我们这一个补习班呢就是给小学而已啦，我们的老师担心说去到中学的时候会不会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所以我们在2018年就开始中学的补习班。嘉莹是由她的奶奶还有她的爸爸带大的，每次我去载的时候，她奶奶都会带她下来这样子，然后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人载了她啊？哦，天天了，我都有送她下来的，每次都有送她下来的，很安哦，外劳又多。她有把你当成怪叔叔吗？一开始可能有啊，可是现在她当作好像一个家庭成员这样子了。哦，她改变好多。改变好多，又没有这样小气啦，要比较爱书了啦。有些家长他们就是
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实际班补习班是做些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好像不大支持。然后当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家长过来，我们都会邀请家长来一起来共餐，然后我们也是会跟家长讲一些孩子们的进度怎么样，然后我们也是会奖励一些进步比较多的那些孩子。也很想去了解这些孩子啊。第一班呢，你的国语？第二班。第二班。第二班啊。可是我看他的成绩是 OK 的，因为我上去就是晚上看他们的成绩，因为我们这里要做报告的，这样我想看他的成绩就是两个月可以算是我们这些班里面分数最高的。他是想去了解孩子的家庭是怎样的，让他们就家长也上来。跟我们有志工有一些互动，跟老师一些互动，让他更了解整个补习班的运作。小芬师姐呢，她其实她的丈夫往生了嘛，等她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也是进入很伤心的那个情况啦。因为她有讲她的儿子，自从她的丈夫一去世了，她的孩子就好像一个人躲着，就不爱讲话，静静这样嘛，变成我们就叫她，不如孩子送去那个补习班了。那时候我比较想走出那个伤心的日子，这样啊，跟我孩子一起，要给我的孩子进那个补习班。那时候她是不想去，补习班对她比较有帮助。因为他去到补习班是很开心的，他每天星期一啊，妈咪我要去，早一点去，他讲，我听到这番话就很开心哦，知道他是开心的了在那边。其实我们补习班这个地方，它是跟我们西湖站是同样一个 floor 来的，小芬师姐过来的时候，她会帮忙我们整理一下。在那边折衣服啊，扫地啊，这样哦，跟师姐啊，还有那个师兄啊，谈一些那些开心的事情啊，对我的心情也会有帮助，这样啦，比较开朗一点啊，这样哦。许维整也是补习班的家长，趁两个孩子在前方补习，他和太太也善用时间，在后方帮忙打理环保资源。因为我的太太，他是外籍人嘛，那我儿子报生子，那政府人员他就写这个不干瓦拉那个拉了，那就没有办法读书了。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找谁啊，自己跑政府部门啊，完全没有消息的，又没有寄信来，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慈济才说试试看帮忙我，看怎样去帮政府申请给他读书了。爸爸也是很努力啦，就是跑这些政府部门，因为他想要给他的孩子可以上学，因为他们是经济能力很差的，他们没有可能可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的。后来就在因缘际会之下，这个孩子在五月，就2018年的五月，他正式上了小学。教育不是改变我吧了，他教育他如果讲他读书，改天他是认识字，他聪明的，那后代那些全部他也可以教育得到了，不要学他父亲这么样，好像我这么样不认识字什么。我的心里是想慈济师兄师姐他们不代价的付出的帮助我，那我也要谢师兄师姐他们啊，要感恩师姐师兄他们啊，我也会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嘛。
其实徐先生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一个一位行政职工，他看到了实际的真善美，所以他也来参与我们，那么就很自发性的去付出咯，还是觉得要回馈一下这样子啦。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有参与我们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帮助人家，有时候不是金钱或者物质上的帮助啦，让我们给人家机会做一个好做好事，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厕所，然后师姐们就开始开锅底了。我觉得会为别人服务，这样我自己会觉得更开心。在这边学实际里面会学习到对我的孩子很好的生活啦，我就给他进去亲子班，给他学习他的那些态度，这样啊，希望我跟我的孩子会一起成长这样。可是然后我们这整个补习班的过程，我们看到孩子已经开始喜欢上学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家庭已经开始和谐，然后也看到我们的家长手心向下，然后要回馈社会，像这一个是整个我们团队里面感到最开心的事情啦，因为整个大环境就变成很祥和。在这个三年里面，我们看到孩子是从没有自信的眼神，然后到今天充满自信和灿烂的笑容，这个补习班是带来真正的正能量。原来学业不是一切，我们也是要注重学生们的人文素质，还有他们的道德品德等等，给七分的孩子十二分的赞赏。五级博伦东慈济补习班虽然看似平凡，但也从助学延伸到了家庭和谐，从被爱到学会了关爱。哪怕这个社区还有许多残破的房子，但和谐疗愈了生活的不圆满，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伴随孩子一同成长。Thank you.